双手，松一松肩膀，和我一起大声唱吧，小宝贝。眨一眨眼睛，眨一张嘴巴，和我一起唱吧，小宝贝。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唱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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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现在就请你跟着我跳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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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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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请你跟着我跳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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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小宝贝，大声唱，今天我最棒！今天我们从全国各地报名的小朋友当中邀请到了谁呢？小孩和小孩和我要去小小智慧河了，耶、小歌手陈子妍，小名子妍，今年三岁。歌手宋瑞珂，小名瑞克，今年四岁。哇，这是奇迹，向你给我买一个欢迎。哇，向你致谢，向你给我买一个欢迎。哇，我要去参加小宝贝大声唱啦。小歌手杜卡尼，小名卡尼，今年五岁。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小智慧树，小宝贝大声唱。哎，那今天呢，又有几位小歌手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大家一定很想一睹他们的风采，快看，他们来了。做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陈子妍。小名叫？小名叫子妍。今年几岁啦？三岁。三岁，欢迎你。欢迎子妍。啊，非常可爱啊。小帅哥，来，叫什么名字？我叫宋瑞珂。几岁了呀？四岁啊，已经是像一个小绅士一样啊，非常的可爱。好，来，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杜卡尼。哇，这名字好特别哦。对呀、三位小朋友非常可爱，来到我们的这个小宝贝大声唱的舞台。我想问问你们，平时当然了肯定都是爱唱爱跳，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喜欢干什么呀？我喜欢跳舞唱歌。哦，就是喜欢唱歌跳舞，能歌善舞，所以就是为我们小宝贝大声唱的舞台而来的，是不是啊？能歌善舞。小伙子喜欢干什么？我喜欢帮爸爸妈妈干活。干活。干什么呀？什么都能干。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看到了吗？四岁的小朋友，哎，只要你肯帮爸爸妈妈忙，就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定要向他学习啊。对，你太棒了。非常棒。好，卡尼，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呀？对呀、我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哎呦，去旅游都去过哪儿啊？对呀、介绍介绍。我去过塞班，还有海南，还有香港迪士尼。
哦，都是跟海有关的地方。哎，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啊。其实说到旅游，我倒觉得小朋友尤其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一家人出去亲子游是非常棒的啊。是的，可以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还可以让小朋友呢领略大好河山，不光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全世界的大好河山，对于他们的这个心灵啊还有智力的发展都很有好处啊。说的没错。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哎，也是我们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合作，也是强调这个亲子这个部分啊。是的，好，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精彩合作。我叫陈子妍，我是个爱漂亮的小公主。子妍特别喜欢穿漂亮的花裙子，给我们唱歌跳舞。爸爸工作很忙，总是出差，但是爸爸从来都没有错过我的生日，每年都给陪我做一个漂亮的蛋糕。这个生日蛋糕是我最喜欢的。今天我们家宝贝女儿要去参加小宝贝大声唱了，我要送她一个礼物，祝她演出成功。看，好看吗？宝贝，我这个送给你，加油。我要帮助他。我帮你玩你吧，帮你玩你吧。看，看这个，看，这个结实的啊。我们家瑞克呀特别棒，他知道我平常很忙，可以帮我拖地呀、晾衣服啊，最重要的是在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能帮我打下手，他真是我的小暖男，而且在他成长过程中，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举起你的左手，左手代表着方向，它不会向困难低头。当遇见挫折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的步伐就是节奏，把右手拍向左手。
卡尼，我喜欢阳光、小鱼、大树，只要是有关大自然的一切我都喜欢。我们全家有个约定，就是每个周末都会去钓鱼。爸爸说在钓鱼的时候就要像只安静的小花猫。哇，鱼上钩了，成功了。当我唱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快乐的小猴子。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参加小宝贝大声唱啊。瞧我们练习的多认真。你们是最棒的，加油！非常的温馨，而且每个家庭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三位可爱的小宝贝派到公园里去。哎呀，公园可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去的地方。嗯，那我们要看一看，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他们还敢不敢于放声歌唱？哎，一起来看看吧。在这美丽的公园里，住着三位可爱的胖胖人，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只有用优美的歌声才能把他们唤醒。今天会有哪三位小朋友来唤醒他们呢？让我们去看看吧。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彤彤。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一起完成一个任务，你们知道是什么任务吗？那就让彤彤来告诉你们吧。在这个公园里住着三个胖胖人，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呀？但是他们在睡觉，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用你们的歌声来把他们唤醒。胖胖人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只要你们看着这个气球指示牌的方向，你们就可以找到胖胖人了。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一、二、三，出发！出发！哇，三位小朋友还带来了自己的交通工具，真是太酷了！气球。子妍，你真棒！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
沿着气球指示牌就能找到胖胖人了，继续前进吧。才能唤醒胖胖人哦。我要叫醒他们，咱们一起唱歌吧。我唱的好听，我先来。小鱼沙沙沙沙沙沙，种子种子在说话在说话，哎呀呀，雨水真甜，哎呦呦，我要发芽。我唱的也好听，我也要唱。大妈妈小魔仙，只一呼喊，只张开正义的一张。大妈妈小魔仙，只一呼喊，是世上最美的梦想。任何人爱地点，我的放你最强，战胜花忧伤，我们才能够成长。肯定姐姐，你真棒，胖人灯了。都唤醒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胖胖人其实就是他们的妈妈。歌手表现得太棒了，哎，歌声啊把我们的哎少儿频道人称歌舞小王子的一天哥哥都吸引过来了。哦，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瑞克，我们一起来拍啤酒喽。打啤酒圆圆的，大家来拍啤酒，拍拍拍啤酒，拍拍拍啤酒，拍拍拍啤酒，我们大家一起拍啤酒。起床了，我是一个大闹钟，叮咚叮咚，我是一个小闹钟，叮咚叮咚。
哎，来评价一下吧。对，觉得他们表演的怎么样？对，哇，既然我平时这么爱跳舞，我就用一个舞蹈动作来形容一下他们。好，好，哎呀，哎呀，哎，这个就是小苹果了呀，小苹果，哎呀，说到这个小苹果啊，我们今天的可是我们少儿频道的歌舞小王子啊，哎，尤其是舞蹈非常的棒。对，今天来到我们的小小智慧树，你是不是应该要展示？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非常棒，不愧是我们的歌舞小王子。接下来我们的好朋友托托还有小嘟嘟将为他们送上我们的荣誉证书还有奖杯，欢迎啊，也欢迎我们的一天哥哥给他们颁发。好的，而且祝贺你拿好啦。对，哇，黑客表现很棒哦。对，他们都是我们的超级小歌手，太棒了。宝贝呢还将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没错，祝贺祝贺。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也喜爱唱歌跳舞的话，不妨请你的爸爸妈妈把你们歌唱过程当中拍摄的精彩的 DV 通过这个网址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下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了。好，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你说小宝贝大声唱精